I'll reach there soon. Stop calling me. Digital photography contest. I will reply you as soon as possible. 姐，你今天可以早点回来吗？ 我有事情要和你说。 你今天可以早点回来吗？ 我有事情要和你说。 对你那么凶的，我只是怕别人会瞧不起你，你知道吗？每当别人用异样眼光看你，就会很心痛。我只是想保护你，不想让别人用机会欺负你。 你的留言我听到了，对不起，姐跟他在工作，知道的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说吧。你想说什么？姐，你一天赚多少钱？你打给我就是为了这个。 好吧，一天就算300块吧。姐，我赢了这个比赛，你看，你应该相信你，相信你和其他人没有不一样。姐。
我没有怪你，我知道你是想保护我。我可以用这些钱买你的时间吗？姐，我知道你工作很辛苦，我只是想让你休息。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支持你的，姐，谢谢。参加比赛不和我商量的原因就是这个笨蛋。 姐，你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吗？